期如果有腹泻的症状，这个药物就可以安全的使用。您的医生可能会建议您使用不同的品牌，如果使用之前请咨询医生。那么这个叫做 anti-diarrheal 就是腹泻， anti-diarrheal 就是它的名称，叫做防止腹泻的这样的液体药物。谢谢。